这是海洋版的死神模拟器，用大型鱼缸打造一个海底生态系统。你将扮演死神，掌控海洋万物的生命，用100天的时间见证海洋的沧桑巨变。首先，你必须开天辟地，创造海底世界，在鱼缸内放入一些岩石和细沙，完成海洋地形的塑造，然后就是静等水质变得清澈，最初是浑浊的海水沉淀清澈后，这个微缩海底世界初步形成。然而，只有活物才能让海洋变得有生气。于是，你在鱼缸底部加入了一杯浮游生物，给足它们半个月用来大肆繁殖。别看不起这些浮游物，它可是构成这个微型海洋系统生命的基础。半个月后，是该让海洋鱼类登场了，但是还差一些东西。于是，你又手动添加了大量海藻，这些海藻不仅能为海洋动物提供氧气，还可以为它们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。 新世界的第一位主人就是这些寄居蟹。初来乍到的他们是左看看右看看，亢奋地探索着海底世界的每一处角落。有些社恐的家伙早就躲进了岩石缝内躺平，而那些社牛的家伙早已开始寻找新的贝壳寄宿。星期五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海螺壳，这一居室显然足够他住。时间来到了一个月后，附着在海草上的蜗牛们已经狂飙式的繁殖，占据了海底世界的整片海底。岩石和鱼缸上到处都是他们可恶的身影。 他们甚至还性骚扰邻居寄居蟹，并且到处随地缠卵。作为死神的你，必须整治这些可恶的家伙。于是你派出了猎窝刺客手枪虾，整治海洋秩序。正所谓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但这位刺客手枪虾竟然不务正业，吊儿郎当，作战能力几乎为零，甚至还会被寄居蟹们当作临时吃掉。于是作为死神的你再次干预，带来了虾虎鱼，誓死都要灭掉蜗牛。然而事与愿违，当虾虎鱼和手枪虾进入鱼缸后，便彻底消失在了海洋世界里。 你一定想不到，他们三兄弟竟然处得挺好，一起在岩石缝内摸鱼，完全忘了他们是来收拾蜗牛的，真是废物！海底世界忽然平静了，这不是你想要的，于是你放入了珊瑚。别看他们现在样貌平平，只要给他们点时间，绝对惊掉你的下巴。 一旦到了夜晚，海底世界似乎有点平静，于是你投下了一条咸鱼。它独特的芳香令鱼难以抵抗，吸引来的第一批食客则是僵尸蜗牛。它们对尸臭味最为敏感，就在片刻间，咸鱼就被僵尸蜗牛包围了。随即，寄居蟹也加入了用餐的队伍，共享咸鱼美味。 聚众聚餐自然也吸引了豹纹大蜗牛的光顾，它可是海底世界目前的顶级猎食者。已吃其他蜗牛为食，毕竟蜗牛常有咸鱼不常有，它也开始享用咸鱼。然而这场聚众聚餐一吃就到了深夜，这场风暴是你一手造成的。 毕竟海底世界也不可能一切太平，风暴之后，海底充满了泥沙和杂质，海绵宝宝的加入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。它是一种上古原始的动物，全身有高达300亿个孔洞可以用来过滤海水。到了第三个月，珊瑚礁已经成为了海底世界的繁华中心，这里居住着千奇百怪的海底生物，紧张有序的生活着。可是太平枯燥的海底世界是你最不愿看到的景象，于是你开始制造事端。 往海底世界内投入了超大型的海葵，它可是个蛇蝎美人，每个触角都带有致命的刺，将一条咸鱼送入它的怀抱，它能迅速缠住咸鱼，几小时后咸鱼便会化为灰烬。海葵虽然厉害，但是你别忘了小丑鱼可是它的克星，因为它的皮肤上有一层特殊粘液，能免海葵的侵害。 夜幕降临之后，作为死神的你送来了一把虾仁。夜色下的吃货们纷纷出动。100天以后，海洋世界又一位居民入场，他就是鹰鱼，目前海洋世界里顶级的掠食者。他可以随意的在海洋世界里大开杀戒，吃个。然而，一场暗夜里的猎杀会在夜里悄然上演。可是你已经当了100天死神。 海底世界在你的掌控下紧张有序，你也抉择着海底世界居民的生死。不知道你这100天的死神当得爽不爽，但是由于鱼缸的局限性，整个微缩的海洋系统无法进入更多的海洋居民，你必须格局打开，解锁更广阔的地图。